个歌词 我自己谂嘅。屯马开通真的很兴奋，就是这样咯。可以形容我呢一刻的心情。屯马开通真的很兴奋，红磡站前段钢筋很安全，屯门到乌溪沙17站要搭足73分钟啦。红磡到金钟几下途，别再讲公车要再验。港铁世界级考量，要赞他肯定会再鼓掌。凌晨3点几就嚟到噶啦，因为而家屯马线通车咧，我作为一个铁路迷，梗系要嚟支持一下噶啦，系咪先？最犀利嘅地方系可以将两条唔同长度嘅线同埋唔同长度嘅车架全部合埋一齐，然之后就可以整成一个超全长1.5小时以上嘅铁路，哇！真系好癫啊！上车前唔少人都先认为快。车清晨5:50由宋皇台站开到屯门，途经另一个新站土瓜湾站，港铁高层亦都是头班车的座上客，派礼物又做人肉报警板，